请收看《维新世界》，老祖先机。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曾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欢迎收看《老祖先机》。王禅老祖师尊开示：心中有老祖，家家户户皆平安。王禅老祖就是我们智慧的根源，王禅老祖就是我们心灵的依归，王禅老祖也是能量的来源，王禅老祖就是我们大家的心，王禅老祖就是永远的光明。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来到了北投教室，接受我们访问的呢，就是李凤良李贤士。李贤士，你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接着要来介绍就是王淑珍。王贤士，王贤士你好，阿弥陀佛。雅琪师姐好，我是北投教室初级九班陈王淑珍。电视观众、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吉祥，非常好哈。那个凤良师姐，你跟咱元舍老师学法学几年了？哦，六年多了。六年多了，是是是，非常的棒啊。淑珍师姐嘞？我是刚初级九班，初级九班要结业了吗？还没，还没，刚刚进来，还没一年，还没一年哦，非常的厉害了哈。对这个法呢，其实有些人来学法，真的就是要帮助很多人。虽然有很多人进来上课说，哦，我占卦解卦风水不太厉害，可是呢，遇到这个妙法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做得非常的棒。我想你应该是这一方面的学修会比较好一点了哈。不过我听讲吼，恁的孙啊曾经捌发烧过，但是呢发烧不退啊，到那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解决了这件问题的？我是说有去有上课嘛，啊就有听老师讲说那个会动煞然后是什么啊？是啊，因为我那个小女儿的她的。带孩子的手气是蛮好的，他蛮顺利的。哎、啊，有一天就是临时那个小孩子就发烧啊，他、啊、整个晚上都不睡觉。是啊，天亮了他就抱过来说：“妈妈，妹妹昨天晚上都发烧、啊、都不睡觉。”是啊，我就一直就想起来说啊，你们后面在那个旧房子在动工，在修啊，哈，在修理房子，哎。可能是那个洞煞啊哈啊，我就说啊，我就想那个，因为老师有传话说那个洗米水第二次的也可以给他化煞，我就洗煮饭就那个洗米水就给他叫我女儿拿去弄一弄，啊可是还是有好一点啦，嗯哼，啊、就是我每天都有在家里诵经。啊，诵经的时候，我那个炉哦、喔、都会发炉，嗯哼，会发炉啊。啊，那个，因为我点那个盘香嘛，啊，它整个都会全部都烧起来。啊，是。啊，我就是平常说啊，这个好像不太对这样子，嗯、我就给它瓦杯啦。哈哈。啊，瓦杯就两个杯。是。啊，后来哈、喔，我就
因为老那个三山诸水说要煮三个杯才正天啊，他都是两个杯，第三个就是没有，还缺少了那么一点点。我就在宝贝说啊，不然我又麻烦那个老师哈、哦，给我占卦，要连续三个杯，都没有这样说，连个七杯、连个杯拢无，得三个杯，我可能有来，搁叫老师占卦，伊讲爱搁去中后杯好食，就好去啊，就怎啊好去啊，就是这个法哦，讲是安那好，就安尼好去的哈。为人是先惯啦，安尼走过了抓，走过了抓，嘛是赶快无好哈。所以呢，这个神佛的力量啊，它的威德是非常大的。不过我们知道呢，就是凤阳师姐啊，就是说你有一位会员，你是智慧长吗？哦，你有多少的会友？十几个，十几个，不错了。这十几个，你好好的服务的话，把这个好的妙法介绍给他们呢，是很棒的。你这个慧眼的婆婆呢，因为为什么要到处请先生去处理超度了某些东西？为什么你觉得他没有效呢？他是说没有效，是，所以说我才给他说，不然就来请颜舍老师哈，让家来看一下这样子。是，还阿老师。老师也蛮热心的哈，他就去，我就带他去看了。老师是说，哎，怎么你家内都暗暗的，没有光线啊？是，哎，窗户都不打开，是关的不行了。是，这样。后来我那个朋友才说，他先生之前有结婚了一个哈，但是从那个楼上，飞下来是。是这样子，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有看到那个影子，他就但是他先生又不在家，是开游览车出去都好几天才回来，是会害怕、那就老师就说不然哈、就到仙佛寺把他请到那边去哈。超度，刚好那时候也是在超度的时候，是、就去超度，这样就继续连续下来都两三年，是三年多四年了咯，是都在超度，是那后来那个我那个朋友是说大姐哈、他叫他大姐，是因为他是虚玄，他比较大嘛，然后大姐在梦中。就很感恩他，给他超度这样子，真的很感恩，是没错，我们知道，对这些灵界啊，他是真的，借由超度呢，会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内心灵性的光明哦，因为万生万物皆有灵，即使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也有他的灵性。他需要借助呢法会的超度，或者是我们诵经给他来增加他的灵光，所以这就是我们阳世的人。今天我们人生难得，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除了我们自己做事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些的众生呢都是需要帮助的。所以一个家庭如果说你的灯光太暗淡了，这个表示呢我们家里比较阴暗，这是不好的。所以呢一定要把窗户打开，让阳光进来，家里才会温暖，家里才会光明哦。为心生交情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家里呢有小朋友呢全身起疹子呢，到底这个是除了说动土煞之外呢，为什么他会知道您是请老师占卦的吗？对，因为咱今年都拄啊到这武汉啦，拄啊清明节遐嘛是拄啊个武汉啦，阮咧亲家因住高雄嘛，阮查某囝就伫台北，因是每年的过年甲清明拢一定有等于拜祖先，阮亲家就讲这武汉安尼无恁卖回来，因老的要去拜就好了，拄啊迄几工啊前，敢若退后清明节退后啦，啊！囡仔若无代无志嘛，安尼规身躯拢安尼起疹毛，暗时啦，安尼规身躯啊拢安尼红滴滴，啊一粒一粒安作济，我看了嘛会紧张。我就叫阮咧查某囡仔查用看，我是讲我反正都老
咱老祖传的，就讲凡事拢要齐全，咱都唔捌啦。嘿，我就阁又阁麻烦咱颜色老师啊。啊，是是。又阁发电话来咁麻烦，啊，颜色老师就做主笔啊，即学员若有啥物代志哦，咁麻烦，伊拢随甲咱赞啦。是是是。啊，伊就讲哦，伊这是因材动煞啦。嗯。我讲啊，不过因都无转去呢。嗯。伊讲啊，无转去，因下港因内底人若有去。可能有去甲当掉嘛，会安尼啦。啊，我就问阮查某囝讲，啊，恁平常时若当去拜拜，恁迄塔，因拢伫塔哩。哈。因讲拢有甲拍开个门来看。啊，是。好，啊，才知影讲安正是就是当迄阴宅当煞。嗯。啊，嘛是迄个三山书记吼，第三张个平安符。嗯。啊，叫我南麻草、搁南洋、搁南米，安尼洗洗就好去啊。嗯。所以，我做足足悲的，拢会教这番哦，安尼就大家拢平安。是是是。所以，若来学这读易经哦，实在真好啦。是。也保佑咱家家户户拢平安哦，大细汉拢平安顺遂啊。是。非常。真感恩佛祖，真感恩咱老祖师尊安尼足足悲的。是。啊，个师傅嘛足好诶。是是。所以哈。咱传这番来，互咱安尼。对。咱今日咧，这节目呢，就是老祖先机。也就是呢，弘扬我们老祖师尊的妙法，将我们老祖师尊的这些的妙法来广传，也就是可以让家家户户都得到平安哦。不过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灯光光线的问题啦，但是呢，其实风水的问题啊也有很多，因为你只要来接了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呢，其实你就会发觉。其实我们家中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如法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所学到的呢，可以应用在家里，先保护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进一步，你还是一样，可以邀请大家来上课，而将这个妙法来广传，还可以帮助他人。在我们住家里面呢，有很多的地方的部位是很重要的，包括客厅啦、卧室啦，还有呢厨房啦，甚至呢在厕所、卫浴设备啦，卫浴设备这一些呢，其实种种呢都有很大的风水的法则存在。但是住家的风水，如果化粪池出了问题了，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请凤梁师姐来跟大家分享案例。好，就是这样子。我家哈、是那个公寓的，公寓的这40多年的房子。是，那之前盖的房子，卫浴设备都是在中间，是，化粪池也是在中间，那时候我是还没有学进来这个中门，那时候就是化粪池上面是做小朋友的房间啊，是，小朋友的房间，那小朋友呢睡久了啊。就皮肤就不好了，屁股啦，还有这个腰上面，都一大片黑黑的。后来我进来到这个中门的时候，我才了解说，是原来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家里，我那个腰的化粪池要改到后面也没办法改，就只好整修家里，就那个化粪池把它打开，就清一清哈。东西都清掉了，清掉，但是清的时候又没有很多那个东西，清干净了，用那个盐巴，师傅说要用盐巴，把它弄撒下去，这样子，就照那个师傅讲的那个宗旨，这样子做，那后来呢，后来到现在来，我那个小朋友，我那孙子那个皮肤。就有比较好一点，是，但是还不是很完全，是，还比较白，之前都是黑黑的，是，整片黑黑这样子，看医生也看不好，是的，没办法，是，就这样子，这个就表示说，风水的病是风水医，当然，如果只要一旦风水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伤害到我们的。更深层的内脏的话呢，
可能你要医治它，要有一段的时间的恢复期。当然不是说像我们吃止痛药，哎，牙齿痛吃了止痛药，它马上就好的感觉，它也是渐进式的了，慢慢的来做改善。尤其是风水的问题，你有改善的话，它就不会再恶化。但是你没有改善，你是一直看医生的话，它的病一旦形成，皮肤整个毁坏了以后呢，其实你要在它回来，会花更长更长的时间了。这也就是风水法则。如果你是如法的话呢，我们家里住起来平安平顺，这些大大弟弟的问题呢就不会有了嘛。这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最根本，要先改善一下我们自己。不过呢，我想我们这个淑珍师姐啊，可能就是说在她的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也因为呢就是要来要个当一个弘法的使者，所以呢他才会有很多的问题。譬如说，为什么你曾经呢这边那安尼气顺顺哦，是你本人吗？对。可是呢气又喘不过来，那后来你又怎么样恢复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呢？哎，素来请示老祖啊，哈哈，说那个跟我有缘的要跟我一起修行啊。啊，是啊，就是要开老祖，就是沾老沾请老师占卦，是说要来弘法利生啊，要来行功立德啊。啊，是啊，就是这样，每天就来诵经，啊，就帮他们超度这样子。哦哈，就是我从来，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拉肚子哦。那一次不知道怎样，身体很不舒服，一直拉肚子，我来啊，他们因为我不舒服啊，来教室啊，要请，要来麻烦老师了。你家里到这里多远呢？差不多骑摩托车说不到十分钟了，不到十分很快了哈。啊，是啊，有时候人都是跑过来，是是是。啊，师姐他们都很慈悲啊，又去占卦，又去保碑啊。啊，就是说要那些跟了有缘的要求度啊，就帮他们做啊。叫我就是要。保碑是你自己保碑呢，还是三生师姐？他们也有拔，也有叫我自己拔这样子。是，你拔杯，你都会怎么样跟老祖师尊说呢？我都讲，我都拢做含慢啊，拢未晓甲神讲话。老祖知影你的心啦。哎呀，老祖，我讲老祖做主编，拢知影我咧想啥。主要咱来心安尼诚心甲拜拜，啊，就甲拔伊就有杯啊。有杯，我拢讲心若诚，拔就有杯啊。不要哈，这个哈，在中门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我们老祖师尊呢，他是非常的慈悲，他要的就是你的心。而且呢，如果你有诚心的话呢，老祖也是呢非常诚心的来帮助你。如果你光说不练呢，老祖也是看在眼里。所以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哦，你要知道他都了解我们。只要我们将妙法好好的学习，我们学习我们的慈悲心啊，学习我们的真本心，让我们恢复到以前的佛心的话，那很多的神佛也都会帮助你的。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所以到这里来了，你讲读两年啊嘛，一年外，一年外，你感觉讲阿未一年啦吼，你感觉讲对你上个帮助是啥？就是讲安尼，未像较早安尼。心情足烦，我即马都心情足开朗。我定讲人生七十才开始，我今年拄啊七十，我即马都刚刚开始像囡仔安尼。因为阮个孙才正十个月，我拢定甲阮孙讲，阿妈甲你平坐会。是，啊，伊快乐我嘛快乐，爱看着我笑我嘛笑。是，所以人生就是爱安尼，以物引物嘛吼。像你拄则讲，恁这个孙啊，即马只新出娘嘛吼，十个月嘛。啊，你个会晓讲家己是人生七十才开始吼，开始有影吼。如果你有这样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对事情有很大的了悟了。这个就是以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能够这样的让自己的心灵豁然开朗，就是这一刹那。我们师姐非常的客气说她没智慧，但是她的智慧是最高的一等了。那在我们知道了，就是说，我当时啊哈，就是家里的风水不对，像刚刚提到了这个厕所的风水化粪池，我的朋友也曾经有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家
就是看上了学校旁边的这些比较旧式的房子，但是也很不错的。可是呢，他买的时候呢，因为他完全不信风水，完全都不知道风水的问题，买来的化粪池呢就在他家的庭院。后来呢，他想说这个地方就是我家的，怎么可以让这个马路一直侵犯给我？所以我干脆呢就把它盖一个这个这个叫做像篱笆这样子围墙把它围起来。所以这就是算说你的厕所已经被你围在家里里面了。家里面的小孩真的非常的没有智慧，曾经跟他提过，但是听不去风水的人就是没智慧的人。那现在两个孩子呢其实都是相当的不顺，家里也是相当的不顺，这是风水法则不如法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的凤娘师姐啊，你说你这个左腰很不适，所以呢其实这个腰不舒服，那我们老祖师尊他也会知道，他也会来加持的。为这一段的问题，我请我们的凤娘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三年前的时候哈，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左腰部常常要痛就痛起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但是痛的时候就很痛，不痛就不痛了。是，那就是也不是说整天一直痛，他要痛就痛，他高兴想痛就痛。那有一次在梦中睡觉，在梦中的时候，老祖给我示现说，叫我喝什么呢？给你们大家猜看，叫我喝那个蛇汤啊，爪汤。叫我喝爪汤。我讲，哎呦，那个爪汤我哪会敢喝？我唔敢喝呢。老祖一直说，你就喝下去就好了。然后，那我就好，叫我喝，我就要喝，拿到嘴巴里面，我没有喝到拿到嘴巴里面，就忽然就怕说我不敢喝，就让你惊醒起来，惊醒起来，我说，奇怪，我怎么老祖叫我喝那个蛇汤？真的，那睡到天亮，在睡觉中也是会痛呢。就那一次梦到这样子就不痛了。醒来以后就好了。就好了，到现在也没有痛，再痛过。是，就这样。是，真的，非常的玄妙。冥冥之中，老祖在诉。在那个树油啊，给我啉吼，这都是油分啊呢，叫感恩老祖非常加持，然后顾我身体，真感恩，非常的棒哦。我想我们老祖先机所访谈的这么多的贤士同修啊，对老祖师尊呢，真的怀着非常感恩的心，我相信我们老祖师尊心也是充满了欢喜心了。不过我想就是说，要超度这些祖灵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身体不适了，老师常常为你们解卦，也了解灵魂在求度哦。那你的问题我看还是相当的多啊。老师帮你解卦说灵魂界要求度，来你说一下吧。我就说好啊，要求度就帮他求度，因为他需要我们就做啊。是啊，就仰仗老祖的那个威德力啊，就帮他们超度，他们会离苦得乐这样子。是啊，他不受那个苦，我们就会心体也就会平安啊。是就是这样想。所以你也是用欢喜心对啊来超度这些灵界的朋友。我想灵界会找上我，尤其找上我们了譬如有些说兄弟姐妹，那有些人就说他的祖先找上他了，他会觉得说是怎样这么衰都要来找他，兄弟啊像你这样哪要找他哦。其实这是要给你行功立德的机会，这也是要你建立功德的机会，因为你有这一份的福报，你才有办法做这些名扬两利的这些的法务这才是真的是最棒的，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两位呢，凤娘师姐还有淑珍师姐你进入宗门六年了，心得分享一下。很欢喜心，是，太高兴了，是，今生今世能来到这个地方是我的荣幸，是，感恩老祖是被加持，非常好，给我家庭圆满幸福，是非常棒。来，淑珍师姐咧，
我是也是很感恩那个我们师父跟老祖师尊，是因为我想说，我就一直忏悔说我太晚接近这个法，嗯，如果我比较年轻接近了，我会更好哦。我会继续努力的在学习。是，现在也非常的好，只要呢及时了悟，就是非常的好哈、哦。所以你是很棒的。今天谢谢两位师姐接受访问，分享你们的心得，谢谢你们，感恩，祝福你们。谢谢。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最后，我们感谢大家收看《老祖先机》，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